细腻的，足小的吼。哦，多谢。副总，这杯咖啡就甲辣椒上头烧同款烧哦，你啉的时阵爱较细腻的呢。就烧的哦。这咖啡最好啉的呢，是你倒位买啊？这咖啡在倒位买的无关系，你的感觉好啉，是因为我有加一点仔爱情的滋味，这是我的爱情特调。哈？无啦，我讲生笑的，其实我买的咖啡最普通的，一定是因为你即马受过幸福啊，你才会感觉好啉啊。这么好打，对吴信贤开的手来啊！吴信贤也不敢想开，乖乖受伊的控制。好啊！你当离开啊，免我底下叫了我去监狱啊！副总，这间房间这么大，你就和我参观一下嘛。唔免啊，你紧出去。不要紧啊。让蒙子先参观一下啊，我得看哦，伊会当对咱的装潢提出一寡意见呢。多谢金玉姐，你真正就大方诶。其实装潢无啥物问题啦，我对房间的要求哦，上重要的就是眠床，因为眠床若是无好。就会影响到我甲我心爱的人本来的气氛。吴信贤，原来你甲廖蒙子伊伫咧偷来唔去，你竟然敢安尼对待我？那呢？你感觉阮信贤建的这间眠床有舒适吧？赞啦！这顶眠床哦，一倒落就感觉足高级的，袂输是特别为了设计的同款。以后不管是想买床头帕、床尾盒，还是床尾帕、床头盒，拢会用的。你紧起来啊！是谁叫你大主台坐我甲正月眠床的啊？好好一叠眠床，哪让你用垃圾啊？我等下叫人替你等掉。你即马是啥物意思？是正月姐请我提供意见的，我唔才会试看卖。搁再讲，你也唔是毋捌甲我困同床，你去的时阵哪会袂嫌我垃圾？你做啥讲啥？迄个时阵，是因为我和你甲吴英英穿头好势，下下设计的。我后来发现你的音标了啊，我就马上甲你取消婚约啊，敢不是？你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为着一顿蒙尘，伫遐咧歹面小看啦吼。蒙子，蒙子，你爱原谅吴信贤啦，毕竟哦，你还袂改过自新进前，伊嘛真正食你袂少亏啊。所以哦，你要伊这么紧的放下，对你较有耐心的，确实，你是要给伊一挂时间啦，哈。拢倒过啊，也无放下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别阁生气啊啦。啊！你，谁呐？啊！隔壁甲你破掉，啊有通电无啊？是嘞，是嘞。不要紧啊。你也不是挑故意的，
啊，是安怎啊？哪会安尼话到大细声啊？青宇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拄只咖啡，敢若车倒啊，甲蒙子烫着啊，真实的啦。袂要紧啦，你皮哦这么厚，烫着嘛无差啦。哎呦，等到是这个咖啡，我滴到规涂骹啦。你搁徛伫遐创啥？赶紧清清的小整理一下。青宇目睭看袂着，伊若是跌倒，我是要放你煞。这可行到倒，麻烦对到倒啦。这这边哦，真正是我唔好啦。是甲你惊着，都是伊唔对。啊，好啦，那安尼哦，我嘛莫伫遐甲你交叉啦，我恁两个继续等清楚。吴信贤，王慧进前罗家峰买我注意你的时阵，我搁替你讲话，今嘛我才知影。当初那个向我保证绝对对我袂秘密的人，竟然是欺骗我上侪的人。你，你竟然给我偷去！你甲信贤会当偷来暗去，是安怎我都袂当偷去吧？你既然趁我的小妹目睭无看，欺负伊，我若是无好好修理，我这个大姊妹都白做的。我无听，我袂知道，哪里？我甲信贤讲，唔是你想的安尼啊？影片拢伫遐，你阁想要硬啊？马先生，无需要甲伊讲遮济啦。我看直接甲影片，调当处长甲夫人看。当处长若是知影有人敢安尼欺负伊的查某囝，一定会出手，把这个代志处理个清清气气。啊，袂用个，袂用安尼做啦，安尼做，唔来害死我，唔来害死信贤哥。什么意思？因为，够，啊那无做点哩好看。因为我已经是信贤哥的人啊。原来信贤真正反背青玉啊！无猜我，佮真正相信信贤对青玉是真心的。想袂到，连伊嘛是一个对感情不忠的渣男。咱说好好处理，看是要甲浸池人，还是由家西门风？那无，咱万家的面子是要扛住。无你即摆是有啥物资格安尼处置我？明明顶个阁想要借我的手送有大个囡仔给吴静玉呢，想要借多杀你？你唔免伫个遐演啥物好大志，大家拢共款。卖叫是讲你讲话较红声，你有两个人我就惊恁哦。若是甲我逼着去，我就抱恁做伙死。看到时阵，谁的损失较大？看你平常时啊，恁讲恁讲，真正拄着代志的时阵，头脑嘛是会变精光啊。是安尼哦，我都更加无可能和你话呢。洪大姐，你莫安尼啦！我干那是想要好好啊，甲副总做伙，我也无要求冥婚啊。刚才讲即马通奸拢因处罪化呢，我万一安尼委屈我家己，感觉还阁无够可怜，无够悲哀。到底我会安怎做，你再去帮我做？哎呀，你是戆啥啦？啊，有机会当做新娘啊？你是安怎要来委屈你家己的？你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那伊个变戆啊啦！老小姐的意思是，你有机会会当对地下情人变真功，你是安怎无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？敢讲
你要等到李小姐目睭看有啊，你无多接近伊啊，到时才后悔。你即马无好啊，将把这个时机完成你做五太太的美梦。你是爱我去害人？你叫意外，伫个青梅会出意外，这真简单嘛。免啦，春秋拢是一刀啦。我若是你，我绝对会替家己未来幸福拼一刀。啊，金玉，我的手机刚刚袂记查啦，我烦恼因等一下找人，找无人。我等伊客，马上回来，你只要等我一下。好好啊。看起来我的好阿姊又搁甲廖蒙子串通好势，会对我下手啊？喵，喵，哪有猫在叫啊？啊，敢会是无小心走入遐大楼内底，去被困伫个倒位啊？吴靖宇，虽然我足讨厌你，啊，不过这届要害你，不是我的主意哦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唔通来找我，去找你迄个阿姊报仇吼。我拄才甲白特助伫讨论装潢代志，我嘛是才拄啊到位的。你还阁话咧，只是困见尔，我打电话阁叫火车。你在哪会？根本是弄电火哥。所以你看我是要创啥？我是查甫人，有可能代志我哪会知影？吴先生，廖公司是你的员工，哎，伫上班时间出意外，你得当去责任哦。赶紧的，我那在看卖，应该会记的，千万袂用家叮当着，要交予专业的护理人员因来才来处理。好啦，应该无代志啊，你唔免惊。原来这就是这个人名簿，一遍又一遍想要提我的名，你是我的亲大姐呢？是安怎？你会这么怨恨我？